庄园里有这样一位神秘角色，他的手持物是一副灵臼，外表看上去羸羸弱弱，一副很好抓的样子。大多数监管者也觉得他很弱，但他在开黑中的强度非常高。他叫伊索·卡尔，职业入殓师。入殓师其实是一位冷门角色，他的认知分比绝大多数常见角色都要低一个档次，单排几乎很少有人拿，且单排中的表现非常一般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角色，在开黑中的强度很可怕，他可以处理一些极端情况，让阵容弹性重归健康。为什么入殓师会成为开黑热门人选呢？入殓师开黑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他的特质社交恐惧，对他人的存在极其敏感。游戏开场后能察觉到所有队友的位置，持续15秒，与他人破译时下降 15% 破译速度。破译速度那一点可以忽略，最关键的是看到队友位置15秒。根据这一点，入殓师可以精准地推测出监管者的出生点，让休机位提前跑路转点，让距离附近的 OB 位提前压过去卡尔明去吸引仇恨。光是这一点就让求生者阵营在开局后处于不败之地。接下来是入殓师的第二个作用，化妆精通。入殓师可以把自由活动的幸存者的脸写下来，画在替身上，让队友绘图转生。这个能力非常逆天，在开黑的情况下，四个人沟通大多数局势是开局休机位跑路， OB 为卡尔明拖时间，让监管找不到人浪费时间，然后 OB 位随便牵制倒地正常救，入殓师记录队友，二挂直接棺材转世，未开门站做准备。这样的一套流程下来，平局往上的概率非常大，甚至一个棺材的作用可以争三跑，在比赛中更加成为四跑局的压箱底筹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有多少个本命是卡尔的同学呢？